大海没有记忆，我也不服啊。保持一下血量。他他妈还带个多兰顿的吗？啊？我从盐分和海水中多兰顿过分了啊！不要相信比尔吉莫特的鼠辈。又一个。还行，剁碎他们的骨头，感觉换血并不亏。刀来了，难道是残血的吗？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哎，你摸你摸走干什么呢？这好像有闪，这不恩兵线血亏，他吃不了那个线，再去打断一下无恩回城。哎，那我是难受死了，我操！我他妈心态崩了，兄弟们！我他妈心态崩了。桶子怎么没炸出来？心态崩了，心态崩了。桶子怎么没炸出来？炸出来怎么也能换一个呀？我边线是赚的。被割开的喉咙。早就无可再通了，兵线很壮哦。谢谢 YUBOSS 送的虎粮，谢谢谢谢。人人有份，烧吧！当心炸药桶，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脏东西！他装什么装呢？啊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渣子！人人有份。把他们的腰子砍出来！又一个。以为我不在乎？有规定不让狗叫吗？谁规定的不让狗叫？爽到极点！不太想让他一直 A 小兵。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，烧了。
哎呀，我擦！来啊 ，Q 啊！有喜欢 A 吗？看谁痛啊！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更多火药。清算就要。我把这兵补了，你又不是打我。那威恩被我压三十刀，我不该狂吗？啊？我船长打威恩，压威恩三十刀，我不该狂？对面怎么没掉血？他是按错了吗？感觉是应该刚开大，然后被风女吹了一下子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我操！人家8秒回城，你急什么？还好死了，我操！你这8秒回城这么久，又失去灵魂。压皮齐了嘞，压皮丢嘞，搞这种东西，搞得我和姜女一样哇、哦！操！明天聚会再给我一 Q， 来嘛！为了明天的聚会，我今天就剪了个头发，剪了个好傻逼的头发。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来深圳剪头发。不如我圈里面的 Tony 老师，说实话，不如我圈里面 Tony 老师的一根毛。当心炸药桶，他们的眼泪。我现在很难受，他给我剪了个锁嗨头，没有，我没有带摄像头，真不开玩笑，真不开玩笑。深圳的理发师太强势了，他不会采取你的意见，可能是我遇到的人有问题，他就很强势的说你应该适合什么样什么样的发型，就给你吹牛逼，吹的就是说你，就给你。吹牛逼吹的你好像赛过吴彦祖似的，就感觉让你很自信，这剪完像个傻屌。我现在很后悔，你要像我群里面的 Tony 老师，他还会问你你要想剪什么头发，哦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剪，我知道是至少还能操控一下子，他是完全不管你什么意见，他就说你应该适合什么什么什么。哥把我专门找店长剪的，店长帮我剪的，我以后不会在深圳剪任何一次头发，懂吗？我绝对不会来深圳剪头发的。你们很狂吗？啊，你在狂？不狂啊？不是人的问题，我群里面的 Tony 老师给我剪的，就刚剪完我觉得不好，但是过两天之后我感觉特别好的，就我自己吹完发型之后我感觉挺好的。我在深圳剪的，就是我的整个头发都已经直接裂开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裂开来了，没能量吗？
是的，就是人丑，你可能不懂，就是人丑，所以得找想找个牛逼一点的，适合自己的发型，想剪一个。妈打不了卖出来，真烦，还不换一个呢？没染头，没染头，不是他哥把给你头发剪短了，然后再把头发剪碎了。你好好想一下，就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把你头发剪短，然后再把你头发剪碎。你可好好想一下，因为我本身面相是比较凶的那种，我想把头发留长一丢丢。然后他不听，他说：“哎，你适合短发，你的这个额头轮廓适合那个发型，你信我，我给你剪。”然后他把头发剪短，然后再把头发剪碎。你好好想想，那个是样什么样的发型，整个都已经裂开来了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未来。擦，你小子！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按流程先剪短，再先剪碎，再剪短，再修吧。不是，我还记得他给我剪头发的流程是先把边的剃平。知道吧，把边边的修得特别平整，然后再把上面的头发剪短，然后再剪碎，就这个流程花了老子100块钱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没叫 Q 追我吗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人人有份。帅不帅跟发型没关系，你别放狗屁了。我本来是人丑发型帅。现在是他妈人丑发型也丑，老子想想就火气大。他们更多火药。没见过血吧？伤害还不够，哎，还好能换掉。预言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离他服务器近呗，跟电脑没关系，网络问题，网络还有地区的问题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剪之前找个照片给他看，没用。我当天剪的时候，我都跟他说了应该怎么剪，他妈的不听，他自信的一逼，知道吗？他贼自信。他首先自信，给你说一下什么？哎，我剪了多少年头，我的个人案例多少多少，剪完90%以上顾客都是很满意的，就回头客也很多，就先吹自己，然后再吹你。就说哎，你的这个头型，你本身长得也还可以，然后你的这个头型非常适合那个发型，就疯狂给你吹牛逼，给你洗脑，知道吧？就是疯狂给你洗脑，就感觉说的你好像你比吴彦祖帅，然后你就这个自信就他妈的上来了，知道吗？他给你吹牛逼，你的那个自信就上来了。
然后就直接，哎，开冲开冲开冲，冲完之后直接就萎了，很难受，搞得我现在很难受。早知道在老家剪完头发再过来的。不知道啊，他剪完我的头发都炸毛了，不知道他怎么剪的头发，头发还炸毛了。我本来养了半年的头发，我的头发很柔顺的，知道吧？他剪完不但发型丑，我的头发还炸毛的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剪的头发，能把头发都剪的炸毛了，真搞不懂。你哥吧，谢谢原爷开的四个守护，谢谢谢谢原爷。没带摄像头，我已经不想说话了。哎，我好像有带摄像头啊，好像没带，忘记了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。怎么养的头发？吃呗，吃的好一点就可以了，就跟你用什么洗发水是没什么关系的。你要头发天生比较油，就用清洁能力比较强一点的。你要头发本身不油的话，你就可以用那种比较油顺一点的，就洗完比较油顺一点的洗发水就可以了。不要有侥幸心理，反正你头发怎么样跟洗发水是没有太大关系的，就有一丢丢关系，但是关系不大，主要还是你本身情况。我的吧，直接顺利引杀阵，我操！其实用洗洁精洗也不是不行，你用水冲干净了就可以了，你用洗衣粉洗都行。本身还是你营养摄入的好的话就没关系。那他妈我不也完了？老子他妈干死你！操，老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我留了三个桶子，我炸冰女把桶子用光了。早不打，现在打，打毛啊！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Mama.主播，你静默时怎么解决需求？怎么叫怎么解决？你是没张手吗？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留个眼线在外面。更多火药，大海
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我操，那岂不是大龙有了？丢！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动手伤身嘛，过度就伤身，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，好的事情也不能过度，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多了也不行，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度。Fire in the home！ 哎，应该晚一点再打断你，傻飞了。可不是要去追他，追不了了。仇恨这么深，死亡的潮汐将注视着我的回来，又一个。死不死啊？我操，这滑场伤害真高，线怎么被清完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这算什么？我表哥一天三次。他喵的，被吹起来了！我看到你了。我操，被单杀了，还不一起打团的，吃了个药不打团，服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还行，单杀。哎呦！哦呵呵，哦，真没甩过。我前面都说了，我买了个药出来，他妈不打团，一个带上路，一个带下路，难受的一逼。好了，不是你拿大龙 buff 不打团干嘛呢？大龙 buff 都买了。大龙 buff 拿了，我还吃了个猛药，结果不打团 ，buff 没了，药也到期了，那真的是不想玩了。仁慈。
军和我的船一起沉没。他们拿刀肯定是回不来的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抓不到。AD 呢？你哥巴不点塔。那等大龙吧。打个团是真难受。靠，有点痛。为什么我感觉我伤害并不高呀？我伤害好拿些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把他吓走了，哥们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当心！我差点银手臂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也失去灵魂。我得换个秒表。能放个眼吗，大哥？大龙他们要的一个眼都没有啊！双 AD 打很快的，我 shit， 怎么眼全放小龙去？更多火药！真他妈的猪逼呀！为什么把眼全部放小龙啊？哎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完全受不了了。完了，我得想投降，说实话。咋上的钻石呀，大哥？感觉线不够呀，没丢线。妈的，小兵刚好死了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没事。哎，按错了，我操！他妈的，老按秒表的，怎么按滑铲去了？没人活了，大哥，拆完走了。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
闯下路嘛，团哪都行，那就团下路吧。他刚好在下路带线，搞快点，搞快点。又一个，那就直接团下路吧。吉沃特的鼠辈，求求你不要秀了，你他妈别秀了。仇恨将沾满，打团拿下了呀。更多火药，不来一会我们被开了，这么多线还要等你，等你来他妈线又被清完了。我他妈圈哥来嘛，还得等不下，我马上就会死亡的潮汐，我等归来，就可以一波。我有没有去卖一下？我也没大的，但冰女有大，到时一捅他就没了。为什么要按金身呢，露露？没有前途，没有前途。没有前途。你他妈春哥你就留到下把去用，他有山有春哥，什么都有，他他妈就是不愿意去卖。真的，跟这种人打游戏最狗巴累的。没打。玩的是真的心累，等人吧。我等到快复活了，我再买一个药。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
破盾没用。输了挺好，输了挺好。问问他们舒服了没有？哎呀，你他妈是真该输！哎呀。